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这个导向阵图哦，导向阵图。关卡太多了，我瞄一下哈。哦，八支三支二，导向阵图哈。好，基本上第一关就是最危险的关卡了哈，但是有好处，因为我们是禁木珠，哦，所以锁定这个克属，这次先把它干掉。禁木珠，所以我带了一只这个光油鸭的目的是在这里哦。因为这个40%还蛮多的，小心一点哦，小心死得万年船。好了啦，这个无视减伤哈。哦，新珠是不怕缺啦，但是有些时候他弄你也是会缺一下啦，所以我就是带了一只鸭子进来转哦。哦 ，KO 掉一只的话就轻松了。哦，鸭子跳起来也轻松。哦，所以现在是属于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。哦，下一关是越攻越强。哦，所以这个我们尽量就是转心补血。哈，尽量转。哈，这个我尽量就是不要跟他短兵相接。哈，啊，如果要做攻击，就是做一 combo。哦，这个天降应该也会蛮可怕的，所以我们就是尽量避免。哦，现在这。的步骤就是储技就对了，好，用鸭子来储技。哦，鸭子，一比鸭鸭一比鸭，不要天降太多就好哦。哎呀！这攻击力是，真是哈，非常高的一个攻击哦。所以这不是魔队哦，搞清楚，这不是魔队哦。哎呦喂啊！我们这一队不称之为魔队了哈。这对攻击力实在是也是蛮可怕的高啊！哦，妲己出起来基本上就是没有太大问题了啊、哦。新珠也不用留了，倒是可以留一点攻击珠了哦。哦，舒服的一波把它送走啊！越攻越强。哦，攻击次数越大，攻击力会大幅提升哦。这个我们就不要让它有机会提升哦，就是直接开技，好吧？开技。那再加个，100多万哦。露娜应该是 OK 啦，露娜应该 OK 哦。一波带走，哦，所以这个配技是很重要的配技。哦，而且因为我们现在还有露娜的状态哈，那这个是属于这个自爆弹的意思哈，自爆一万哦，一万，注意一下自爆一万，所以我们先 K 掉其中一只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因为我怕一次 K 掉两只哦，所以不太想开妲己，因为怕太大力又把我自己送走，就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看可不可以送走一只哈？哎，非常可惜，送不走哦。注意 CD 哦，注意 CD 哦 ，CD 的时候要抓一下哈。但我被困在这里了，出不去。这时候不能打死他哦，这时候不能打死他，因为打死他他要自爆，自爆我们血量就不够了。所以。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打死他了，所以用力打没关系。好，我们开个大圣好不好？保险起见哈。看可不可以一波把他带走，一只就好。带走两只就是，好，自己会继续。哦，
哎耶，吓死我的猫！哦，所以虽然说我们这队是稳定队哈，可是也是很刺激的哦。然后这边要稍微储技哦，要稍微储技，因为下一关是无视减伤一次哦，所以就储一下吧。对，千万不要那么快死，你太快死，我压力就大了。这边是怕天降啊，关卡这边都怕天降哦，然后现在可以送走他了哈。哦，无视减伤一只哦，攻击力23000多哈，23000多。那我们就是好开个元婴金，好，顺便可以帮自己补血哈。露娜也开下去哈，那大圣也开。哦，基本上我不打算开妲己，因为下一关那个黑白腐蚀的问题哦。这样好不好？一波有没有带走呢？非常好的一个没带走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妲己不开不行，不然我们会死掉。好，这个攻击力算是有点误判哦，我没有料到他血量竟然高到这么一个离谱哦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妲己做这个哦保险哦，做保险，那血量太多了，200多万了，所以哦龙科开下去哦，我怕砸不死他哦，我说龙科给灌了就丢啊。哦，那个光珠消了我也无所谓啦，因为我要一波把它带走，攻击一定要一波够啊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第五关，哦，风化腐蚀，哦，这也是蛮机车的关卡哦。哎，那就是随便，哦，随便就是尽量把你的腐蚀转一转。我看一下会不会扣血哦？哦，不会，哦，不会扣血，不会扣血的意思是懂啊，哦，大家懂怎么做知道哦？这个龙的，你知道？舒服给他弄下去就对了，哦，所以不用考量到那个其他的这个不稳定因素了哈。哦，天降是很漂亮的啦，哦，尽量搞尽快，哦，尽量可以杀啊得了就赶快杀吧。哦，压，好，压转一下。弄下去哈，因为不弄的话，那个珠子会越来越多。我跟各位报告，对，这个就是尽快弄下去就对了，该弄的就对了。哎呀，手滑哦。不过我们进木做个好处哦，就是随便转天降都蛮多的哈。我弄的就对了哈。哦，还蛮 easy 的吧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这个百姓3到5哈，各位这个6 combo 以上水准的各位玩家应该是轻而易举哦，易如反掌。懂了呀，哦，有些时候连牌都不用牌了，直接去撞他就对了。哦，直接撞就好了，这样比较快啊。当然 combo 数我们可以拉高就尽量拉哦，这样攻击力比较高的话会通关速度会更快哦。
哦，因为这个不用担心combo数不那个太少的问题啦，直接combo都帮你拉上去。我刚叠珠自己忘记哈，所以产生了一颗在这边，基本上是属于有点屎尿的一颗就对了。哦，黑白腐蚀这也是蛮机车的关卡哦。这个对于百姓的视野来讲是有点障碍的哦。那我们就是尽快带走好不好？不要浪费时间，多赚几颗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哈。个攻击珠也不多了哈，就这样，好吧。然后一波把它送走哈，轻松吧，哦，应该没问题啊。为什么要偷别人东西？谁偷你的东西啊？给他送走你。受到攻击会随机燃烧一个位置，哦，所以就是不要让他机会有攻击哦，你直接把他送走哈，哦。哎，这个光的腐蚀不是很漂亮哦。龙克287万的血量，我们是否能够一波带走呢？我也不知道哈，尽力就好了。哦，但求问心无愧了哈，好不好？来吧，287万 ，KO， 哦，这样省很多时间了哈。尽量能够速战速决是最好了，反正我们爆发也不差。哦，又忘记关卡了，跟各位要做一个 ending 的时候都忘记关卡了，关卡实在太多了。哦，8-3-2导向正途。哦，8-3-2导向正途。哦，谢谢各位的观赏，拜拜。